医生说还有的治，还有十几万，也可能是二十万。你说这些钱？哎，老师，你跟我说这些搞成鸡巴嘛？你觉得我有钱是不是嘛？我去偷去抢吗？不要打了。管你球事，跟老师玩游戏。不要打了。老土黑。没有钱我可以去打工嘛？我寄钱回来。你带他去看。你觉得你这样子能去哪儿打工吗？广东。广东的工厂。钱不在了。我去找钱。你打工这票哪管？那个你管不到，我找老家的亲戚。你说呀，老子不管，人家这票我不管，老子也行，老子也不管，啊。怎么穷光光，一天就要还？完了吗？哭你家妈的屁哭！你不要再赌了。管你球事！这里还有一份免责声明，你签一下吧。老板，在 QQ 上不是说十五万吗？这样说，妹子，像你这种情况，刚从农村来的，学历又低，样子呢又长得一般，我们的客户啊都是高端客户。他们不会要你的卵子的，他们只会租你的子宫，这十万给的高了。那这个免责是做什么的？这个免责声明呢，就是说呢，你签了合同之后，在工作过程中如果发生意外，我说的意外，除了我们给你的酬劳以外呢，我们不会负任何法律责任。会发生什么意外啊？没什么意外，都是行规，大家都是这样签的，签吧。鞋吧，进来吧。
你看我们这边都装了监控的，公司随时看到我们这边的情况。这是作息表，你的房间在里面，你们一天可以有两次到楼下去散步的，但是散步的时候不要和别人说话哦。你的床平常没什么事的，不能离开这里。你先收拾一下吧。这边不能打了，已经肿了，换一边吧。没事，都这样。妈妈有广州打过啊，打工，打工就能过万级。嗯，那么万级哦。那你爹妈妈到位嘞？准备到位不？乖啊，乖。喊你喊外公接电话啊。喂，爸。乖，你很厉。萝卜。喊你母老人家注意身体哦。过两年还得打线到位的。汪洋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授予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激励先进，大力弘扬民族。
子爱多零流，阿来阿来梦见我一年。有一双线还梦，希望不可乱的你，越来越的你，老有苦，老有落难的我，健健康康，平平安安。你出来做这个，你们家里人知道吗？他们都不晓得。你呢？我早就离婚了，有两个孩子，现在是我妈妈在帮我带。我也没什么别的本事，我们村里很多人都做这个，挣了钱就回去盖房子。第一次做的时候还挺舍不得那个孩子的，后来做多了也就无所谓了。让我的歌声随那微风断向你倾诉，让我的柔情随那流水无关地向你倾诉。叶子树的长语掩不住的情意，林姐嘞，她怎么样了？孩子生了，人没了。
来，进来。这是你的床，你先收拾一下吧。记住，附近请大家真正旅游一趟。